又赢一次第 N 次啊。没有第 N 次了，现在被我逮到了。哦，其实阳光九天植物是这些。哦，药水儿，矿车，怎么感觉这关有点难度？种个冰瓜先吓唬他们一下。嗯，冰瓜伤害不够，石拿来凑。厉害的僵尸肯定在后边，先让这些普僵把药水踩了。哦，一不注意海盗僵尸碰脸上来了。谁用我石拿？别丢，走位。基本都是普僵，能量豆给的还挺多的。哦，巨人来袭，一个石男下去丢小鬼，再来一个葡萄，疯狂轰炸。轻松过关，第二个保卫住屋模式。玩这个模式有个秘诀，就是冰冻植物一定得有，但这一关没有。但好在我们有它，能眩晕僵尸也行。哦，反正只要能拖住的僵尸都可以，机枪再输出。和巨人打，疯狂轰炸他们，打他！喜欢我的话，小林支持一下吧。